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DeepRemaster， 继续用人工智能技术给大家带来老影片的修复。本次影片是1929年前在北京拍摄的有声胶片影像，非常非常的珍贵。原片由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的视觉影像研究收藏部门提供，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。同时谢谢 DeepRemastering 项目的研究员，竟允许我使用了他们研发当中的技术。这是一个老电影风格的片子，相信也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这场穿越之旅吧，回到90年前的北京。走得快一点。快点。
刀子不快。挣个两块，好买卖，不错。对，一天挣两块钱。两块，疼不疼？不疼。对，我还不哭呢，还带着。哎，你的家什么京都？保定县。保定县。对。保定什么地方？京东。京东。哎，这个地都做了吧？不少。好。这个头啊，剃的不错。剃不好，剃不好啊，真疼。哎，要剃好了，咱们还找你去。对。你家几口人呢？十口。十口人？哎。农些人呢？人多好。一天挣二天够挑费吗？一天挣两块。哦，这还不错。现在就奶奶，别就哎，能刮点头。哎。我也不刮胡子。嗯。哎，越快越好。对。哎，好好不剃啊！好好剃，剃好了多给钱呢还。哎，给咱们银一块。哎，好好剃。哎，剃干净点。哎。要剃好了给我洗洗。哎。挺好，挺好。哈哈哈哈。挺好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好，真好，真好。